摆拍的，不至于那样有学生代表跟着了。被没收的东西，砸公用电器是登记造册的，都在辅导员手里边，放假的时候有法办给他，让他带回家，要求不允许翻箱倒柜，学生肯定要藏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先偷复核，如果说不严查失了核怎么办？他可能出现了检查的时候有一些问题，发现了问题就立马在群上跟他讲了，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，不能让学生就是跟学生和敌对一样的。这两天查是不处理的，过了这两天有只要使用查出一个那就得处理了。